The fiery gourd.一个妖猴，又来一个妖猴。等剥了你这张脸，我也去当个天命人玩玩。 Hey!
Yeah.
官人，且留步听我诉说。我本是山中修炼的狐妖，一心想成人，谁料那日出门觅食，中了猎户埋下的陷阱。朦胧中见一书生前来，将我动弹不得，心中却满是感激。原想待身体康健，便助他求取功，没成想那书生南柯一梦，梦醒后我苦苦寻觅，才知他遁入空门。恳求官人取我毛发，化身前往见他一见，解我心中困苦。我知他藏在寺中偏殿，有劳官人带我去见他。